中农联合是一家专注于工程机械的 B2B 企业，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主营高空作业平台设备租赁。在过去的2018年，中农联合机队规模快速提升到6000台，增速保持行业领先，在全国21个省、32个城市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仓储物流及服务保障体系，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经济的一站式设备租赁解决方案。中农联合在2015年11月份涉足中国高空租赁行业，中农联合的杨总也是亲自到美国杰尔杰总部进行了调研。而杰尔杰这样一家跨国企业，始终把产品安全、高效、耐用放在第一位，有力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这也正是中农联合想要的。双方在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市场、配件以及培训，包括财务等方面展开了紧密的合作，有力地保证了中农联合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地切入市场。这与杰尔杰整个团队对中农联合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客户遍布建筑工程、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在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全球最大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中，杰尔杰产品安全、高效、可靠的性能获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有效地帮助中农拓展和开拓项目，实现业务目标。同时，我们专业的业务团队会根据承包商具体的施工阶段、施工区域、施工高度以及施工进度等要求，提供安全、高效、经济的一站式高空施工解决方案。我们的服务团队在项目初期会为承包商的施工人员集中开展专项的安全操作培训，并提供专人驻场、定期巡检、快速维修服务，保证客户用车无忧。总之，JLG优质的产品和中农的机制服务是我们拿下大项目的关键。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高空租赁行业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租赁市场还是一个新兴市场，在未来的5到1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高空租赁的行业无论是设备保有量还是服务的质量都会上升到新的一个高度。在此我也有理由相信，在中农联合与杰尔杰团队的紧密配合下，双方的合作一定会上升到更高的新高度，双方一定会在中国的高空租赁市场取得更加长足的进步与发展。